上次坐在奶牌店，熊猫摔断臂了，姐再跟你比一次，但我要求玩个不一样的。又想干啥？今儿给对方揉面饼，怕你？小圆姐又正幺蛾子，那咱就见招拆招，给小圆姐的红小豆。大岩上次熊猫断臂都赢了，那咱今天给大岩的鸭子。我真谢你啊！严重怀疑小圆姐有私心，有了航天员莱卡，还要给太空奇遇记增加一员大将，你也是唯一。大岩为了他调了800个黄色，你一个都不许用，我自己调。调色可是难不倒我，但是眼睛我总画不了对称。咱可以画个不一样的，这样就没人知道我手残啦。红小豆，你们喜欢吗？快开始今天的摇摆！维修师就得吃饱才能工作，红小豆还是找3个伙伴陪他玩耍，嗨不嗨？超级嗨！今天我输了我也高兴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的披子是我捏的呀。你们喜欢哪个？1号小圆，2号大岩，选谁留言哦。